好的，我们今天又要来开箱布布的放电神器了。布布，今天又要来开箱你的放电神器。机器人，机器人要出来了哦。等一下，好，那我们买了什么？又买了什么东西？我先跟大家报告一下，我们前一阵子哦。我们前一阵子有买的这个哦，机器人出来了，小朋友，他不怕，因为你没有开。好，然后我们之前不是有买一个那个吗？充气球池吗？对，不要用爆了。然后我们的纸箱呢？这个纸箱车也被他弄爆了。对，唯一还存活的是溜滑梯。对。对，溜滑梯现在被我们先收起来，我们把溜滑梯呢暂时先放在上面，然后你等一下捧捧哦，什么？好，那我们这两盒到底是什么呢？等一下你就知道了啊。第一个就是这个，啾啾，不是啾啾这个啦，啾啾那个啦，这个，哇哦 ，Intex 的。这样应该知道干嘛？鼓风机，所以看起来我们又是买了一个需要吹气的，但这次我们聪明了。No， 没有这样爬、啊，小朋友，过来。等一下，等等，你等等。那我们这样一看就知道，我们就是要又买了一个要充气的东西。对，没有错。嗯，而且会。而且会买这个，表示这个东西一定不小。你可不可以等我一下，小朋友？小朋友，你等等。贝贝啊！你很急耶！来来来。好啦，等一下呗。小朋友，我问你是在急什么急啊？这个又不是玩具。是蛮可爱的啊。是蛮可爱的。Intex 是我们之前有开箱过 Costco 它的那个充气床。哎，下去。对，不是充气，那个叫什么？充气泳池。好啦，等一下。你等等呐。你很急耶，哦。好，再过来这一盒。走开。波波呢？过来，过来。No， 你等等。哈啾。哈啾。啾啾。好好好，等一下，妈妈拿剪刀啊！你等等，你急什么？你知道里面是什么吗？他不知道。你不知道里面是什么啊？对不对？等一下，等等。你不要一直过来哦，妈妈会揍人哦。你是看得懂是不是？啊，你拿起来呀！你拿不起来吧 ？Intex。很重，很重。你拿。好了，拿起来了。拿不动哦。拿不动吗？那你叫妈妈拿。你说妈妈拿，不是用眼神，用讲话。妈妈拿。你说开。把关起来啊、哦。那就不要了。那就不要开了。好了，给妈妈开了。妈妈开，关。啊！走开，爸爸拿。不行，我单手起不来。走开。好，妈咪拿。你要看是什么吗？这个很重。真的很重。这样子开就好，丑开啦。好。是什么意思？哦，来喽！压到底。来喽！一二三，哇！布布，这是什么？布布，这是什么？布布，这是什么？充气擂台！哇哦，猫！瓦拉尼奇是不是也？瓦拉尼奇也有啊，对不对？瓦拉尼奇，你看，它就是一个，反正就是一个充气的，类似擂台的东西。因为阿姨她实在太久没有出去了。对，所以。
这个应该比较不会像上次那个被他这么容易摧残。上一次那个其实还不错，只是他的衔接点哦，压到脚脚了哈。你看，压到脚脚了哈。你看，压到脚脚了哈。好了，没事的。你要不要去旁边妈妈用？好，妈妈用。你先去旁边。我给妈妈用，妈妈帮你用，妈妈帮你用。好啦，没事啦，我看了，没事。我要。好，妈咪要，妈咪拿出来，好不好？哎。嗯，不可以这样叫哦。哇，你就哇就好了，哇。好，你小小。好，你等等。哦，好。妈咪要打开了。哇。你可不可以冷静一点？眼睛还很累。你知道你放了这个之后，我们就到时候我们的客厅就满了。对，连门口都出不去了。哇！不玩。是为了你。不是，一方面也是为了我们可以有一点点清静的这个机会。因为呢，我告诉你，最近布布的这个作息非常之奇怪，他都没有出去放电，你知道？然后他现在的作息非常之奇怪，都是那种早上七八点起来，然后大概九点多十点又躺回去回笼觉，然后睡完以后下午就不睡，然后整个下午不睡到晚上我们要吃饭的时候又睡觉，然后就睡到九点多十点，十点多以后然后再起来。起来以后就一路到凌晨一点，然后我们差不多去睡觉，他才硬着头皮去睡，然后睡完又早上七八点又起来，哇，我快疯掉了，对，哇，你也知道，哇，你先过来，妈咪要充气了啦。这样子我们多少钱？两千多块。啊，这个才两千多块。对啊，这个充气的这个才两千多块。哦。这个可能会充有点久，因为它有点大。好，那我们充完的时候再给大家看。好了，已经完成了。三二一，加加！哎，布布，嗨，你在干嘛？它这个哦，其实还不错，因为它是分三个部分，一个是这个边保护它往外掉撞到，然后另外一个呢，它这里面你看，它其实这个中间这个又是独立的，然后这个呢又是独立的，然后它的门框哦，因为它这，我觉得这个是蛮贴心的部分，因为，这个啊，这个边啊，其实是蛮立的，而且呢，其实我们上一个那个充气的那个，就是因为这种边没有气，就像如果是这个边的话，就很容易被它拉破，踩的话就踩破。我目前看起来的话，这里没有什么好地方让它去踩。除非他去找那个洞，然后硬要把它抠住，把它拉破，不然应该是很难破掉的。现在就是怕他会有一些需要补洞的地方。他有附那个吗？补洞的东西吗？盒子里面。因为上一次我们买那个，等一下我要丢他。不。这个。对，这里就有一个补洞的。东西就是，如果我发现它开始消烘的时候，就要去找它的那个破洞处，然后把它粘起来。这一组的话是总共呢，这一组两千多，然后这个是四百多，我记得。嗯，这个颜色还蛮好看，我原本还蛮担心的会不会很丑，结果还蛮不错的。它有黑色跟这个，对不对？然后这个比较便宜，黑色比较贵。黑色贵十块。贵十块啦，其实没有差，就是蛮可爱的，就是全部都是 Intex 真的是蛮大的一个品牌，对，他们有做很多游泳圈啊、游泳池啊，你看到那个 Costco
Costco 买的那个那种游泳池什么的，大部分都是 Intex。那个啊，这个，这个也是 Intex。对，他游泳的这一颗也是 Intex。好啦，那这支影片就差不多到这边啦。对啊，又喷了，你看又喷了2000多，这小子破坏王啊，无敌破坏王！你看、啊、你在打摔跤，对啊，你不要从这个洞掉出来，我笑你哦！你不要让它掉，就已经那么大了，你还要掉出来，那我也没办法。然后我们再拿一个东西丢。嘿嘿嘿嘿嘿嘿嘿，笑，哎呦！然后我发现啦，这个还是有一点，就是你要离墙一点距离。它其实这个拉得住啊，你看啊，如果这样子的话，它还是会凸出来一点，所以你还是要把它稍微。对，好啦，整个客厅都是你的游乐场了，很好。我觉得它这样子，等一下下午就会睡觉。你今天晚上？你今天晚上？你看你下午今天又没睡觉。等一下放电放一放，赶快睡。放一放，赶快睡觉，好吧？啊？如果那反正呢，我们会把这个的，我们再把那个购买链接放在下方说明文。他说这不是什么业配，但就大家就自己去找找看。我们是在某某买的嘛，对不对？某某平台买的。好，那我们就下次影片见啦，拜拜。